吧。啊，开台。那时候养布布，养布布知道就是布那个兔子的鼻孔会是上下动上下动嘛，然后动给兔子看啊，他说你怎么会啊？我说这不是大家都会吗？然后我就说我就弄给他看，然后他跟着我弄，就他眉毛一直狂动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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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种呢，就是像桌游式的那种辩论式的玩法，对，就是每晚投票来去选择要杀人。OK， 那另一种的报名就是跟原本一样，就是用类似那种谁是杀手一样干嘛干嘛的方式。好，这一页啊，你看白狼这一页，这个建议的玩法，对他，如果你是辩论式的话，他也有那些蠢蛋啊、丘比特啊，还有白狼。那我是不晓得为什么、啊，那白狼啊，他的介绍啊，谁杰克行为，杰克你是有点白狼，有一点啦、啊，为什么啊？那个是一个影片的梗，对对对，很爆名，对，太爆名了。但他应该换个名字啊，因为白狼可能会跟一般的白狼王去搞混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，我也有点疑惑、嗯。因为白狼王的话是自爆可以带人，如果是在桌游型的这个。对。那不管，我们今天九个人，好吧，我们就先来，因为地图嘛新的，所以我们就先报名式的好不好？好啊。嗯，报名式的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狼人两只，嗯，一样一天只能杀一个、哦。好。哦，哎，两狼，哦，看啊，野的预言家，感觉好难哦。不会啦，我想不会，现在跟上次之前都一样啊，现在玩跟之前都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其实不太一样，嗯，因为多一把剑。哦，是啦，投票剑，对，你可以把别人票死，看到伤害最，这个应该大家都有输了吧？没。没有，要自己拿。没有，要自己拿，要自己点。好，我自己。这里有那个上面有游戏说明书，这样自己就可以看了。Okay. 旁边也有。对，啊、因为旁边的翻页大家就跟着翻。嗯，哈，我们先玩报名式，好不好？好。报名式的话，它其实就跟之前差不多啊。狼人晚上的时候，你拿武器，他身上也会有装备。嗯，对。然后，如果你是狼王的话，还可以把队友传过来。狼王好像是随机的。嗯哼，那猎人的技能也是一样，就是停止跟传送队友，嗯，一样，验资身份或者是无敌。那女巫就不同了，女巫变成是白天获得杀狼的药水，哦，然后晚上获得两罐，一罐是可以让自己隐形，一罐是可以让自己无敌，两个很厉害的。对，那忍者更是不同，忍者就变得很忍者。第一个呢是使用后十秒内，如果你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就会有那种木盾的效果，会有一个木盾反方向跑，然后你自己会隐形，感觉超酷。嗯，另一个呢是直接让你自己清除效果，然后隐形，就你可能有一些负面形态，它就可以隐形，对，逃避，感觉还蛮酷的。就说躲。然后村民的技能就非常的多，什么太多了，好多了，什么真的能看到吗？嗯，不就是什么都有。对，我们列了一个预言家，一个女巫，一个忍者，给两个，好吧？忍者感觉比较酷。然后村民也两个，狼人两个。OK， 那就来挑战看看，时间一样，一天两分钟。好，对，一天两分钟，没问题。设定模式，报名，报名。报名式，道明式狼人杀，道明式怎么变了？道明式，我来喽！走，然后每个人都会有那个票人键的样子，对对对，你觉得不对就可以打这样吗？然后我记得他说明好像说什么白天都可以去打人。可以打人，你想你觉得他怪怪的就可以票他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哦，那个被票最高的就会死掉，因为你是被人家打到、啊。我打到他，对不起。五十五，泱泱打我，泱泱你打我，快点，不然你会被票走。泱泱你打我，好好好好。怎么了吗？
没有，刚不小心推到你。要按 tab， 要按 tab， 要按 tab， 可以看看被投票。哎、欸，你们一样高。白。哎、欸，被砍了！哎、欸，被一百一了，被打了。哎、欸，他可以重复投啦，欸、我又打到洋洋了啦。跳到他死了一次，对对对，我的天，血会被打死吗？会会会，哇！为什么你们都？我都看到了，我看到，好恐怖哦！感谢维尼，哎，我还死了，哇，是是票死了，票死了，还是被票死了？没事，我是和平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巧克力狼人打他！哇！我跟你讲啊，第一场就直接说啦，我是狼王啊！哦，对啊，然后还不知道自己的队友是谁啊？哎呦，这个光是什么意思？哇！大家都要进来，叫你们自动绝招！我召唤谁？走了，叫到杰瑞，自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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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星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你看你看。所以你刚刚用的这种啊，开眼这个，体力增幅会加速吗？啊，被发光，被发光！谁验我？谁验我？都不是。那小雨，嗨，打一下不会死，我打两下。啊，杀人了，杀人！白痴哦，上不去了，上不去了啦！打巧克力在哪里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不见了，我不见了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白金是卡的，重点我摔到了，白痴哦！哎，你不是收集道具也没有？有 bug 啦，我上不去了啦！卡住了，我掉上去了！你卡住了吗？白金对，我上不去了啦！哎，上不来！哎，不要！你啊，叫他把他打掉！你是不是我的队友？可是我没有出手。哈基怪怪的，打哈基，打哈基，他怪怪的。没有啦，那个巧克力你们哈基怪怪的，哈基怪怪。我是哈基，哦，死了，他打，哎呀，他是喇嘛，哈基怎么死了？我用药水，我用水。有女巫，有女巫。哦，小雨你是谁？我是狼啊。你是狼？小雨，你好。把我砍死了啦，我还来不及。可是我刚刚有看到另一个狼啊！哎呦，我死了！这么多狼啊！又被！还有那个巧克力啊，刚刚也找到巧克力啊！哎，不是我啊！哎，这里有屏障哎！哈基是狼啊，巧克力也是狼啊！对啊，现在是剩巧克力啊！小雨被狼杀狼了，哇，自刀狼哎！这里怎么有屏障啊？小雨刚刚另外一边，他边界外了，在那个缸里那个掉下来那边。对，谁边界外了？繁星刚掉下来。我在边界外啊！我跟你们走什么面啊？我不晓得啊！哇，你现在就我们全部在等你一个狼人了。我出去啊！对，你真的在边界外面。过去啊！我刚刚死在这里啊！跳出场，对啊，你跟繁星在同一个洞子，刚繁星在前。对，繁星喵，我也先冲上来看一下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bug？ 我听到放个方块啊！我丢，不是，他是在屏障外面。他在外面，他在外面，好像是因为刚刚那个下面好像是水流啊，被前面没有被截到。原来，哎有啊，这里有可以回来。啊！要创造才看得到，不是吗？对，巧克力在哪里啊？只有创造才看得到。这个到底真的是密道还是？巧克力在哪呢？这个我觉得是密道啦。这个出去外面。哦，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一群报名啊！我看到了。你们看到哇！不能走了啊！我摔到了，我摔到了。他摔到，我可以走了。走了所以狼三感觉好像可以，嗯啊，对，它会变三加一，这样会变四个，它变三加一，这样变四个。你想干嘛？数学老师，体力老师教的吗？我的数学是体力老师教的。哎，摔倒也会有，对，所以只要白天受伤，
要白受伤最高的人会不会跳出？哇，对，哦，那要小心走路哎，走路要小心。哎、欸，女巫就只要白天有一个人被砍死的话，还是会再死一个最高票。对，哇，刺激刺激啊！然后做的时候那个屏障是没围好，啊，我觉得也还好，就是至少你。都可以出去再回来。我没有，我出不去。哦、我们讲好，我们讲好不要出去就好了。没有没有，他那边都可以出去啊，就是你要找到位置。不是，我刚刚卡了，踩到一个洞。我刚刚飘兔子洞里面。很大哦，我刚刚绕一下，外面蛮大一圈的。哦，好，那就屏障外面尽量不要出去。尽量嘛，好。如果你不小心出去，就要赶快回来啊，要赶快回家这样子。因为走到很奇怪的地方回来。我刚刚也不知道。他出去为什么回不来了？哎、欸，那这样女巫有治疗药水很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没有没有治疗药水，有的话有的话哦，他是在背后计算那个分数的啦。那你治疗药水应该补回来，分数没有吧？你回复那个啊，我们再来体验看看喽。对，会有三个狼。好，然后晚上都可以各杀一个人哦。好，好。走，现在是可以乱打，对不对？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！我要躲很远，我要躲很远啊！躲很远的，我要躲起来。哎，小飞，你干嘛？你是有问题？我先进来，你才有问题。你知道我想要进去那个房间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那这个有要做道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你们为什么要开箱子？我很好奇。习惯吗？害我吓到。手看一下。哎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开关局错过，真的。好，大家都很不好意思打扰，不好意思打扰。干什么？好可怕！还有人呐，好可怕。躲到房间里，忽然间看有一个人吓死。就是走走慢慢。太可怕了！晚上喽，晚上喽，天黑请闭眼，天黑请闭眼，狼人现身，天人也也，老王走啊！我要哎呦，定住！好害怕！我看到一个人，我看到隐形，我刚没看到是谁啊！快跑！我旁边有人死了，小雨，这是谁呀？小雨啊！有人已经说是你了，走开了，走开，我刚过来了，我不过去，小雨是哪里？不知道，你就好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刚看到小雨躲在房间里面，然后那个就啊，我的，我真的是，繁星跟杰瑞，繁星是好人啊，繁星是好人，因为我说他们两个都死了，两个狼都是，快点出来了，白天女巫去找小雨。没有人找到我啦，没有啦。我知道，白天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：“哎，我是女巫，我是女巫。”小雨来玩啊，小雨，早上了，天亮了，你这只臭狼，天亮了，小雨在哪？小雨在哪？啊，小雨，不知道在哪里呀？刚这边有一只狼，刚刚这边有一只狼，我不知道谁。他就在这跑来跑去，跟我跑去。小雨就是你，打小雨。小雨死了。影月跟团长，影月跟团长，你们都没死。影月，你不要打我，我是预言家。不是，你还是会死，你还是会死。没有影月，你什么身份？我忍者而已，忍者而已。好，忍者那还好。那幺你什么？我是忍者。忍者有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忍者两个，合理。我聪明。好可怕！可是他剩下谁？那个来，小雨已经死了。小雨被我跟着，应该打死了。哎，所以飘人剑很强哎，很强啊！他可以砍好几刀，可以多叠好几票。所以现在不太确定是巧克力跟哈基喽。啊，我死了！我是平民。哎呦，巧克力什么？巧克力说什么？哈基你什么？平民啊。杰克你什么？我是平民啊。怎么那么多平民？三个吗？所以巧克力也是平民。没有，就有人讲话怪怪的啦。巧克力是狼人，我预言到了，巧克力是狼人，你们躲好吧。快躲！巧克力是狼人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在哪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怎么会感觉到？哇，天明的声音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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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好一只狼，好一只狼，好一只狼，强哦！有两只狼，有两只，有两只，还有一只，所以一只是哈记喽，不是吧？是我哈记吧？哈记，我刚刚看他们两个从同一个方向来，而且是狼的地方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可能怎么这么刚好、啊？你们的距离好远哦！哇哦！杨洋加油！哎呦啊！差一点，差一步，我觉得有点难玩了，杰克。有两把、啊。你怎么死了？没有，隐约被票那个、啊、第二天票死的啊。没事，误会误会误会，票数的关系。我看团团刚走进房间就出来。嗯？哦。第二次赢了，老了。一换一啊，一换一啊。你是谁啊？这游戏很好，他自己在哪？我们两个一起打一个就可以了。在旁边餐厅。你在旁边站。